石墨入行40年，我入行跟嘅師傅是全香港最 top 的兩個華人師傅咯。香港上下鋪即係現時嘅 Barber Shop 嘅最始祖啦，喺香港。我哋個 Barber Shop 就係男人最中意去嘅地方。你可以嚟呢度剪髮扮靚，又可以同我飲杯酒都得。剪一個靚嘅頭髮，必須要有頭髮。但係如果有啲人係頭髮唔均勻嘅話咧，呢個髮粉係絕對絕對絕對可以幫到我哋做一個完美嘅髮型。如果我哋大位置咧，就係用一個沈妝就得噶啦。要勾拉要 detail 啲嘅，就一定要用一個噴嘴，跟住落少少噴髮膠就 OK 噶啦。相當簡單，是一個很好用的產品。嚟我哋體驗店，我可以教你很簡單的方法，使用依一隻髮粉做到最好的效果。